文化港有，那么说今天实际上就把世界上四大湾区当中的两个啊，一个是粤港澳大湾区和这个旧金山硅谷这边的大湾区，通过这个连线活动连接起来了啊，所以这个今天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那个横琴这边呢，我们在作为一个新区是2009年开始建设的，是国家级的新区，也是这个现在呢是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要的支点和促进港澳深度合作的一个示范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特别在整个大湾区规划纲要里面，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在这里呢，我们的重点是要通过这个发展的这个区域来促进对澳门、对香港我们有一个深度的合作。通过吸引人才、科技的创新来发展我们的这种产业，发展这个区域。那个目前呢，我们横琴呢经过了10年的一个发展，目前大概企业数有超过6万企业，其中啊科技类的企业呢，我们有1.2万家。另外呢，我们在金融类的，特别是创投类的企业，我们有大概是6000多家。所以整个一个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态，有金融科技的这样一个生态啊。我们通过这次我们跟硅谷的这种连线创新论坛这种形式，我们希望有更多硅谷的具有原创技术的，来具有产业化这种可能的啊，非常有潜力的项目能够到我们这里来落户，来这里发展。我们这里高度重视这种创新的这种项目，非常欢迎各方面的人才来到我们这边发展，啊，这个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我们能够真正的给大家介绍东西，啊，也介绍我们国内的一些政策，啊，也更好的帮助有这个需要的项目来这里做，啊，来这里发展，啊，非常感谢大家，谢谢。